因为啊，除了这个灯很热以外，其他我都好喜欢啊。因为他白天来的时候，外面很亮，他们看到这个水和湖就在旁边这样子，而且到处都是这个涂鸦啊。你知道我最近这个很嘻哈啊，然后看到涂鸦都会很兴奋哦。而且我用这个空间，是不是12岁到18岁的人都不用付钱？是哦，我差一点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场地了，好可惜啊！啊、哦，谢谢。好的，还有啊，对啊，我好喜欢这里哦。我真的很惊艳呢，就是这个地方。那我刚刚跟人家聊天说，这个地方很久了嘛，他都说没有，才一年，但是这个公园已经100年了，100年的公园了啊！你们没有觉得很酷哦？我觉得很酷，真的，100年了、哦、而且大家都在这边体熊啊、聊天啊，然后做很慢的运动啊，哦、我们很喜欢。好、哦，刚讲到12岁到18岁没办法用这个空间，因为我现在已经25岁了，所以我要唱一个。我、哦、没有，我知道，我超过很多，哈哈哈！不要听我乱讲，我怕有人真的想说25岁怎么长这样哈。哦好的，所以我要唱这个歌，叫做《25岁》。25岁。